三届奥运会了啊，确实坚持下来不容易。可能每届奥运会的同时，都是在这个生日，在这个生日当中度过。这个当时给自己许了个愿望嘛，希望可能就是说，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，能拿到金牌，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五星红旗升起来。后来我练举重可能坚持了将近有我九应该是98年开始练的，可能20多年了吧，坚持了这20多年的举重。首先呢，我对举重这个是现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，喜欢当中一种热爱。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特别喜欢，现在是一种热爱。可能是到这个岁数的话，肯定就是说离不开这个举重了。有了这两点了之后，我可能对能坚持到37岁。又甚至可能坚持到40岁，我特别喜欢是在赛场上那种，拼搏那种感觉吧。因为在赛场上可能能找到那种，就是说，包括可能乃至全世界的粉丝在叫你军神，可能就是说，我想对我的粉丝们说，你们没有叫错。可能相对说这5年的坚持吧，他们对我。就是主要是我老婆孩子吧，对我的支持是非常大的，所以说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她吧，为这个家庭这块金牌也有，给了一半的功劳。